请各位起立。行嘞，小姐。各位同心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今日最后下赛时段，由我来甲大家介绍关于海洋方面的咱台湾民政府的看法。咱台湾四边拢是海，无法度和海洋脱离开关系。海洋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。甲咱活动个所在，海洋对咱台湾个重要性，其实伫对世界足侪国家，咱会用看出来，四边拢是海个一个所在，你也无重视海，无重视海洋个开发、海洋个利用、海洋个保护，即个国家就无法度伫即个世界上存，即个国家就袂进步。咱台湾过去伫中华民国个执政之下，甲咱统治伊。让咱台湾的老百姓对海的感觉，就是用恐怖、用一个有距离感的方式来让咱甲海接近。咱对海的感觉，就是讲你去海边佚佗，哦，你无小心就会海水堵死。你去海边钓鱼啊，去海边坐船啊，这拢是一个足恐怖的代志。有人去都无回来，足侪危险的代志会伫海边发生。咱对海的认识，拢一直感觉海是一个恐怖的所在。咱应该甲囡仔讲，莫去海边佚佗，因为隔壁啥物人、啥物人去，佚佗就无倒转，叫海水堵死。咱长久以来，台湾对咱的下一代的教育，海是一个恐怖的所在。伫过去海防的控制，互足侪所在海边，叫水的海边。咱老百姓无法度接近，拢用海防来控制住，想要靠近海，都人甲你赶，用铁网啊甲你围起来。所以台湾对海的认识实在非常非常的少，咱的认识是一种错误的认识。咱对海洋的利用嘛一直限制伫，互海内底有鱼啊，去掠鱼，掠鱼倒来卖，来互大家食。掠鱼掠的过程，咱所细汉所读的册，风这么大，天这么黑，爸爸捕鱼去，为什么还不回家？所以你对海到有一种感觉，海是一个足可爱哦，去到这边所在，无爸爸捕鱼去，为什么还不回家？所以自细汉就教咱恐海，海是一个足恐怖的所在。所以你若真正无路通去的，才去到去讨海。无路通去，甲去倒，甲去行船。所以对咱过去，咱伫教育顶，希望你拢莫接近海，因为你接近海，了解海，透过海，你会接到外口的世界。中华民国国民党伫台湾统治，就是希望你无了解外国的世界，甲你控制台湾这土地内底，伊甲你讲啥，你听啥，相信啥。所以台湾人是安怎讲？我最近听人讲一个咧，用这个方式，中国国民党选举选到前两年还阁有效。前摆要选举的时候，伊会甲对方讲：“你贪污。”伊的对手讲：“无，我哪有贪污？你无贪污，证明你无贪污，互大家看。”哇，迄人就开始背啊，奇怪啊，我无贪污，要怎证明我无贪污？但是这款讲法，大家敢会感觉足熟悉？甲旧年的总统选举。中华民国这总统选举，吴敦义某伫平湖演讲讲蔡英文共摕偌济钱，蔡英文一直背过，无我无摕遮钱，奇怪，你甲我讲我摕遮钱，你嘛摕出证据，啥物款证据？无你嘛摕出，你也是乱讲哦，人拍一个电话去录音，还是讲迄个汇款证明可以摕到，还是讲我当时人摕钱去了领到，拢无证无据，公开场合共讲谁摕钱，迄个人背袂哩，背到尾啊，算了。有哦，歹势，我听人讲，你算输啊！台湾人才好骗，台湾人就是用我一句话，甲你唬嘞，甲你骗嘞，叫伊哪证明？证明伊是清白的。我的清白是安怎证明清白？清白是安怎证明清白？都无做歹代志，是安怎证明？
啊，中华民国国民党用这个方式来抹黑伊选举的对手，啊，逐届拢会过关，逐届拢会赢，赢到什么？这什么世纪啊？啊，佫有法度用这个方式，台湾的老百姓佫会相信，佫会去影响，是安那？就咱长久以来，中华民国的国民党，把台湾靠伫这个台湾岛面顶，是你比伊想要互你知影物件，想要互你了解物件，想要互你的思想的模式是安，有一个标准答案。你考试问我，到即摆囡仔，大部分拢是共款，考试有一个标准答案。我伫大学伫教书，我互学生讲，今仔即门课无标准答案的时阵，所有学生都拢讲。老师无标准答案，考什么课？考什么课？就是看我甲你问啊，看你阿啥？安尼学生完全无法度适应，无标准答案，无那无头苍蝇，咱特别惊到伊。长久以来，中华民国国民党教大家有一个标准答案，这个对。永存甲咱讲，共匪是歹人，咱来反攻大陆。即马来讲，中国是咱的祖国，咱来回归祖国。随在恁讲，啊，台湾人嘛是安尼听，安尼接受，安尼对恁讲欢喜。今仔日好佳在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出来，大领讲台湾人真实的主权地位是啥？恁是台中国人，恁嘛是中华民国人。恁啥物人？恁是台湾人。台湾人真正什么地位？恁无国籍呢？但是王光要提迄张身份证，讲是中华民国国民。啊！戆戆去投票，戆戆去说，戆戆去投国民党。投票的结果，予国民党这个非法的统治继续延续伊的性命。台湾人则戆，是安那戆？因为台湾人无了解海，台湾人因为许靠伊这岛的面顶，你无得接受世界真正安那咧思考一件代志，对一件代志，伊安那分析，安那看法。所以每一届有拄到一个变动时，大家拢开始惊吓。你可以甲我讲真相，可以甲我讲事实是啥？你若无法度根据一寡的证据，你甲你分析，甲真相对出来，伊无法度安尼做。伊敢要逼你讲甲真相讲出来？我伫台南州，即个美国事件，足侪当事人去逼我讲真相，讲了时，伊嘛无相信，是安那？伊要爱听，伊爱听，伊要爱听你。伊即摆咧怀疑这代志，你讲是，你想会得着，我就足欢喜，安尼着啊。我正先听来安尼着，伊敢会欢喜？即条国民党统治之下，台湾人无思考能力，台湾人敢要听标准答案？你甲我讲啥着，我着爱对你行，我拢莫去思考，安尼上好，拢免了解。伊敢想要创啥？安趁钱，顾三代，其他拢无爱管，其他互交人去管。啊，所以正容易，人家讲一句话就讲啊。对啦，这只狗，这是博士，这是教授，伊讲的就对，对伊行。啊，人即摆讲伊就对。你捌看过企鹅？企鹅，你看伊足侪影片，动物的影片。哦，企鹅咚咚咚，头前遐咚，遐头前摄的，后壁咪对摄的，是安那？伊刚看到头前，啊，突然对迄个头前迄人，头前迄只企鹅，迄只企鹅跳海嘛对跳海，跳看看看嘛对跳看看。台湾人就那只企鹅，家己无思想的时阵。家己无思考能力的时阵，就是变企鹅。台湾人已经做企鹅做60几年，啊，今仔咱要清楚，咱若无清楚，咱台湾未来咯嘛是同款啊。你听谁讲啥，你对人去；听谁讲啥，你对人去。咱实际上足可悲的。我常常讲，这项饲猪无啥物无同款。饲猪，敢想讲今仔日这个粪，人有倒互你食，互你着狂狂叫，一直食，食到足欢喜。啊，结果嘞，结果时间到了，咱要掠去刣。在台湾目前的社会，好命人吃较好的粉，较善的吃较歹的粉，拢在吃粉。咱若要阁继续做低类，啊，真正是可悲。这些出大的原因，就是咱无了解海。咱台湾对海，咱台湾对海的了解，咱曾经有办有着这个问题哦。因为我是学海洋方面的，
啊，我哩思考讲，咱台湾未来对海洋的开发，必须要来安那来进行。啊，我去参考一寡资料了后，我提出四个概念。这四个概念是我感觉咱对海未来的开发、利用发展真重要的四个概念。第一个就是海权的问题。这个海权的问题最近大家一定感觉足深的。咱船开出去，咱的渔民进口海。去予菲律宾，甲咱用飞船来拍死咱的鱼。啊，这是安那？伊讲，迄是因的海域，因的经济海域，咱头走过因的经济海域去掠，所以伊甲咱拍。全世界嘛无人安尼做。你看日本，咱去遐日本，日本讲迄是经济海域，伊是安那？直接甲你灌嘛，直接用水甲你喷嘛。全世界敢有即款土匪国家，伊用枪甲你拍，伊甲你当作海盗。啊，伊本身是海盗。啊，所以海权的问题，今仔日含菲律宾在谈判，你变怎谈判？中华民国，你有啥身份地位出来跟我谈判？中华民国，你有啥身份地位要跟我要求啊？你不是国家呢？你全世界无人认同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国家呢？啊，伊即马呐，菲律宾讲好，要向咱讲是安那？因为后壁迄个老大讲好啊，大家唔知会记无？进前十几天。美国还袂表态先，菲律宾歹干呐啥？伊袂瘾插入，袂瘾插入。即美国已经有意见出来，伊在照行。美国讲，今照阮这细汉来讲，爱美菲律宾就爱含咱讲。所以今仔日海权的问题，未来咱嘛搁拄着。海对权利的认知和陆上完全无共款。伫陆上，土地界线是固定的。咱其他地方，这边是阮这个，那边是另一个，足明显。伫海，海这个土地这个面是震动的，因涨潮水就涨起来，一寡所在就无快；退潮一寡所在就浮不出来。安尼要用倒位来做界线，而且界线用海占地球70%的面积，这70%面积，哎，向倒位是你的，倒是我的。啊，有的所在像咱菲律宾靠咧足近，咱含中国靠啊足近。大家讲，阮200海里的经济海域，哇！现在大家话拢烧塌，啊烧塌的真厉害。对海权的问题，必须要有主权的建立，然后再来有法度担海权的问题。而且担海权的问题，伊含这个陆上无共款，陆上土下底有矿产，有石油，有金，有啥？我塔大下卡就是我的。遐个物件袂顶当，但是海嘞，海底鱼啊，譬如讲鲔鱼，鲔鱼这是恁迄个个哦，即个迄个，我歹势，鲔鱼也洄游，从菲律宾游来到日本，乌鱼嘛是安尼洄游，啊洄游当时变绿个，当时变黄个，所以海权个问题，伊即内底资源，有个是固定个，有个是流动个，啊恁遐去概念讲，啥物是我个，啥物是你个，啊即个问题对咱来讲，有足侪部分是足新鲜的，足侪部分嘛不足无熟悉，即下有专家来做即下研究，所以海权的问题和咱的法律基础同款，咱必须要有专门的人、专门的单位来做海法、海洋法律、海洋法律的即款研究，到好多和国际其他国家海域烧塌的所在来和咱谈判，倒位是阮的，倒位是恁的。谈判了清楚了后，咱到我着保护讲，到尾后发生纠纷，到迄个法律基础来讲。第二部分，第二个概念就是生态保育。咱一般对生态保育概念就是讲啊，生态保育就是要把遮现有的生物拢甲保留起来。是啊，哦，遮遮水的鸟啊，遮水的鱼啊，啊，好无去，真无惨。啊，因为遮水的物件留伫即个咱即个所在，别人就会来遮参观。就喜欢来这佚佗。澳洲有一个大堡礁，澳洲因为大堡礁赚足侪钱，是安那？大家拢足想要去大堡礁探水，因为大堡礁有足大只石斑，有足水的珊瑚礁，有足水的鱼啊。啊，你来遮探水先翕一张相回来，哦，你这个一世人有法度做足重要纪念。啊，你要去澳洲大堡礁佚佗，你敢无到当天来回？无可能啊！你著爱坐飞机飞去澳洲，
啊，坐飞机，不管你是啥飞机，你澳洲飞机场啊落的时候，你都要交钱啊。用啊飞机场就开始要交钱，所以不管倒一个航空公司，你回来澳洲，澳洲的政府拢赚了钱。啊，你伫遐上班当几日工，来遮当然嘛住一间，礼拜十工，伫遐住，伫遐食，伫遐佚佗，你拢开钱。你变大堡礁，变看珊瑚礁，变看石斑，变去找石斑，含石斑翕相相。你安那？安去做做？啊！你家己去要去哪里？你嘛不知影。因为都有石斑，你家己去遐跳落，你嘛看无。爱有教练，当地有一挂知影石斑要来翕的人来带，爱请教练。啊去啊！你无可能家己上最装备全部放进去呢。大部分人都无安尼做，除非你是职业。哦，你安讲，哦，家己有装备，你用家己装备较习惯，大部分拢无去啊，嘛较做装备。我有一个朋友伫啊。永春啊，伫迄个南端遐开一间唱水店，伊足久足久以前，写到1994年的时阵，迄阵阮做店就定来去伊遐啊借伊个作弊哦，啊找伊在传去唱水啊做店就，伊一个月迄阵啊1994年就一个月就赚十几万，啊赚十几万，毋是做到足艰苦呢，我大概去拢看伊去佚佗，伊带人出去唱水嘛是伫佚佗。啊，普通是无人来带上水，伊就拍沙滩排球啦，伊遐佚佗，逐天佚佗，一个月赚十几万。啊，厝一间一间伫买，啊，奇怪，哪有遮好个工作？啊，伫澳洲就足侪即款遮好个工作。伊个工作就去佚佗，带人去佚佗，赚足侪钱。澳洲个 GDP 是台湾个三倍，咱是2万出头块美金，伊遐是6万外块美金。啊，因遐人偌济，因遐嘛是讲2000几万人，台湾嘛2000几万人，啊，平平拢较济人，是安那因一个人赚的钱是咱的三倍，因所赚的钱分析起来，就是拢赚即款的，叫做高附加价值的产业，的服务业，就是啊，带人去佚佗，因为天然的资源，唔上好的，伊是用看的，看了你才用翕相片转的，你袂使甲物件带入去，啊，有即款物件。来赚世界各国人的钱，相分、生态保育，那要做这款代志尔。咱若感觉哦，生态保育好，人就来遮观光，来遮参观，来遮开钱，那安尼尔。生态保育有一个较深的意义，咱人都迟钝，那我们空气当中有啥物污染，污染着啊，臭光光，哦，你到即阵个知，空气污染，水污染。你会看哦，水变色去啊，变乌去啊，水臭去啊，鱼啊浮起来死去啊。哦，你讲水有污染，但是足侪生物伫即个环境面顶，伊比咱人敏感太侪太侪。咱环境稍微一点点仔变化，伊就感觉挡袂牢，伊会死，伊会消失伫即个生态面顶。生态保育较深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讲咱的环境改变了，咱要阁变倒转来，真困难。所以咱最好是安那，你当改变一点点嘛，咱就有法度发现，咱就有法度来处理这个问题。把原因找起来，把原因找出来了，把这个原因给解决，咱就有法度把咱的环境卖化恶化，恶化了要变倒转来就困难。生态保育一个较深的概念，就是讲，咱若对咱生态内底所有的生物拢有调查、有了解、有带啥物款生物，啊，都将生物保护，佮代表一个讯号。给你一个讯，给你一个信号，就是讲环境一直改变，人虽然感觉啊还好啊，啊真舒适啊，但是环境已经改变了，有生物无去啊，啊你看个，这个、生物无去，环境吹出来，你阵来就较好解决，咱有高阳的中心，有高阳中心来，你就知影高阳一间号叫前镇河，前镇河伫社中平做市长进前，遐厝卖袂出，向前镇河迄个窗啊。都袂使开，开你就臭死。啊，搁会安那？开偌济时间，用偌济钱，即马前镇河袂臭啊。但你看前镇河水嘞，嘛是搁落个。当时到到前镇河，我都看到底，内底有鱼啊。你看，爱偌久？目前还无办。啊，你看前镇河，你甲用垃圾，嘛是爱开足济时间，但迄过程拢无人感觉。但是感觉落个水伫拼，伫拼，你甲污染，你甲毒到尾啊，真正是。毒的物件搁伫遐吞，足大
足大跌的时阵，咱阁想要来处理，你怎要来处理，就足了时间，足了钱，啊，有可能嘛无迄机会啊恢复。生态保育一个较深的概念，就是讲，咱对咱子子孙孙要阁带来这块土地，咱要甲保护掉的，要怎保护？上盖好拢保护顶头着，保护顶头着，维持这现状，到后头子子孙孙过向咱即摆所看到的风景。啊，这个保护者必须要搁较早，你爱了解环境有咧变动，甲这个变动的原因甲消除，咱才有法度子子孙孙拢有法度住伫台湾即摆现状即款的环境里底。做生态保育，它起码一点的意义，其实是对咱来讲非常非常重要。第三点的概念就是讲，咱对咱海洋的利用，对海洋的事业的开发，要有永续发展的一个概念。咱头先讲，澳洲伊对伊的大堡礁，带人去看鱼啊，欣赏饲鱼啊，啊，互你饲了，欣赏迄只鱼仔搁伫咧无？伊只鱼仔搁伫遐，搁第二个来欣赏。咱台湾对鱼仔的处理啥啊？拢伫海产店，拢伫盘仔店，食一只就减一只。所以有一摆，阮一个朋友，伊是做跟我同款的，做珊瑚礁的研究。美国一个专家来台湾，要调查台湾珊瑚礁，伊个世界有名的教授，阮朋友就跩去垦丁唱水，唱了伊起来甲讲，恁台湾的珊瑚礁是叫做衰败中的珊瑚礁，是安那？珊瑚礁有一个特色。天空的珊瑚礁一定有大只石斑，像澳洲安尼去吼，比人较大只石斑，有大尾鱼，即款所在才是天空的珊瑚礁。大尾鱼无去，珊瑚礁要伫咧，代表即根大下坡啊，爱注意。叫起来，中岛朋友带去海产店食饭，伊昨伫海产店门口口，甲阮朋友破口大骂，伊讲恁的鱼拢伫遮。恁的本来运动伫昆丁，还有珊瑚礁鱼，拢伫遮，拢伫冰毒内底，拢伫鱼毒内底。恁台湾是安尼咧保护珊瑚礁，害阮朋友真无面子。这是安那？大家对生活的利用的概念无同款。台湾的想法就是讲，愈奇巧的，毋捌食过，绝对爱食的，食一届看看。愈奇巧的愈贵，愈贵愈有人要来食。啊，结果咧，食了就无。愈其他就本来是愈少，才叫做其他，啊叫做食了，这个生活就无去，啊无去了后啊，继续去找第二个其他来食好了。这台湾人受着中国人影响，拢食些奇奇怪怪物件。啊台湾啊，这个想法一落，咱一直无法度把咱这生活、咱这资源保留落，食一只减一只。所以永续发展的概念，对咱未来海洋的发展和利用非常重要。咱开始改变咱的观念，改变利用的种态度，咱搞到永续利用咱台湾的海洋资源。第四个概念就是讲，咱要有国际合作的一种想法。台湾真小，台湾这块土地带2000几万人就足起啊！啊，你有啥物人才？你有偌济钱？海洋占咱全世界地球表面积70%。要研究这个哈尼啊大片的海洋，你要开足侪钱。海洋唔呐影响海尔，海洋去影响气候，啊，所以含海洋有关系研究，或天地拢有。啊，含陆上无关系，因为陆上放啥物毒类，海洋就受啥物影响。所以研究海洋包山包海。啊，台湾有偌侪资源，有偌侪研究的能量，会用来做这个研究。啊，搁咱头头讲过，含咱足侪所在，咱含咱有小界界。台湾的海含足侪人有小界界，倒位是恁的，倒位是阮的。要研究起来，无可能讲咱家己一个做主，讲要安怎就变安怎。这海水是流挺重的，你即马把只污染落，流去别位，人来解做，讲说是你污染源，为你台湾来。啊，种别人污染落，啊，流来咱只，咱嘛爱甲做。所以这海。含全世界都拢接受着，不管是咱要研究的资源的利用，还是讲含咱共同有救援的所在，国际合作非常重要。国际合作了后，咱才发现讲，咱免开偌济钱，
譬如讲，船，研究海的船，迄是普通船，迄船顶爱有足侪设备，啊设备可能咱船是一间大学的研究的设备，同款海尔侪钱，啊你台湾要家用设船吗？还是讲利用别人的船，付一寡钱，含有兴趣的地方，甲别人吸引来台湾，讲咱只有只趣味的地方，用因的武器。咱开一点钱，咱派一挂人来和因合作，共同来研究这款有趣味的研究的课题。啊，这必须要有心胸开阔的心胸，愿意和人分享研究的结果，搞好多达成国际合作的一个目标，要做出来。啊，这对台湾人来讲，拢是足欠缺的一种思考模式。咱台湾人一直想要做头家，一直想讲只要弄我弄个清楚。后壁贡献就是我的。我伫大学的时阵，读研究所，我伫台湾读硕士班、读博士班，也无了，因为到尾我感觉讲，安尼读袂，即款博士摕着我嘛足变色，我才离开。伫台湾读五年的研究所，两年硕士，三年博士，啊，啥会迄款结果？我所研究的题目，迄阵我感觉足趣味，我甲阮老师讲，哎，是毋是咱来爱和外国人合作？安尼，咱就足紧的用把这答案找出来。这个问题有法度来解决。阮老师讲，袂使是安那，和外国人合作，咱外国人足厉害，和合作到尾，规个拢互捧捧去，到尾也研究结果，绝对也是讲研究出来。这对我来讲哦，我感觉足奇怪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我读研究所的，我就接受这款的观念。但是我到尾去英国留学，兼提博士。去英国留学，摕英国博士的时阵，我发现讲，人英国人根本无安尼想。美国人对研究的概念嘛，毋是安尼想。啥物人想，啥物人做，就啥物人会。啊，你是安怎惊人和人合作？是因为你合班嘛？你和人合作的时候，你无法度有啥物重要贡献，你只好让人退去啊。啊，你家己要做，敢做会出来？阮老师，迄阵啊，我咧做的个。做到今啊，敢做出来？几年啊，二十几年啊，敢有做出来？嘛无做出来啊。敢有啥重要结果？嘛无啥物重要结果啊。伊当初甲我讲，咱做这题目是诺贝尔奖的题目，啊，诺贝尔奖的题目做出来，伊就惊死人啊！啊，今啊人无听、无声、无水。国际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和概念。当然，咱要和国际合作，咱都要真正有本事。咱若无本事，所以你阁会惊和人国际合作？你若有本事，你惊和人合作？你惊啥？咱和外国人、和美国人、英国人第一跳、第二下时，你哪会惊和人合作？所以对我来讲，我以上拢对国际合作无咧顾怕，因为咱感觉讲，咱和外国人同款跳啊，和外国人同款厉害啊。咱和伊讲道理的时，咱和伊讲的伊话嘛唔知啊，咱无咱的贡献啊，所以。第二个就是讲，咱来分工，你做啥我做啥，后摆做出来的研究的成果，相比占较大个啊贡献，是真正咧出偌济咱嘛。对国际合作，对咱台湾人来讲，长久以来，伊关于即个小岛内底，大家拢互相竞争，恁竞争赢别人真简单，一个班你要第一名，无遐困难，你赢过五十个，你就第一名。我迄阵啊考啊，要去英国进前是考教育部一个公费留考。公费留考讲，你定要考第一名，不管偌济人来考，你都要考第一名。啊，我考着。啊，所以伫台湾，你要考第一名，就是安，你来竞争啊，全部甲拍倒就好啊。但是伫足济所在，你要竞争的人，毋是五十个、一百个、一千个，可是几亿个人。你要和国际竞争，和无同款国际国家来竞争，那是国家和国家的比较。啊，你若在你内底无团结，你无法度有一个较快的心胸跟人合作，你绝对输啦。所以国际合作是咱未来海洋开发非常重要的概念。啊，为着要完成这六个、这四个概念，咱有六个工作的方面要来去进行。第一，咱对法律。不管是主权的法律、海洋的法律，同款，这拢是足专门的物件，要有专门的所在来做研究，来做执行。海洋的安全，就是咱即马
非常注重的。不管是咱在保护咱的渔民，也是讲伫海上发生灾难，船啊有问题，也是台风，咱爱怎样救倒来？要安怎救？在海的这个技术面顶，伫前海况无好时，咱安怎必须人为海救倒来？海人伫海时，咱要甲一茫茫大海，要甲这个船，要甲人找倒来。海洋的安全，一讲讲要甲顾咱的海防，顾咱的海军有大炮就使。海洋安全是包括咱的人民伫海上活动的一挂安全问题，拢是海洋安全咱必须要考虑的范围。海洋资源甲环境的保护，就是要让咱的生态环境有法度维持落去。这都有牵涉足侪利益的问题。咱确定后时间会讲到台东的美丽湾。美丽湾因为灾难伫遐起落了，因为遐是位于台东有看到珊瑚礁的所在，有法度行出20公尺对海底呛水看到珊瑚礁。台东迄边足少珊瑚礁，灾难看到这个所在伫遮起厝起落了，伫遐趁钱。这对咱来讲，刚好都接受。趁钱是好康，着少数人啊，伊一个。开发落去个所在，海洋生态就挑衅嘞。挑衅迄海洋生态嘞，财产是属于全台湾人个。互少数人伫遐靠空，伫遐趁钱。咱台湾人共同资产都破坏掉，咱来使。所以未来海洋资源甲环境个保护，即都要徛伫咱台湾共同利益个即立场上来考虑即个利用个问题。袂使因为财团，因为要趁钱。伊趁钱趁了，才无趁钱，即溪钓无鱼，伊钓到溪啊，伊阁继续去别位趁钱啊。但是咱共同财产嘞，还无去，迄无可能恢复个哦。所以这是足侪代志，一去无法度回头。咱未来对海洋资源去保护管制，处理这个法律，这都爱开足侪时间，嘛袂使委婉，妨碍着咱经济发展个基础下来做一挂规划。海洋产业同款，咱目前所想到海洋产业，可能航海后船人载物件去外国，可能是讨海掠鱼啦吼，还是讲海洋的产业可能海底有啥资源摕来开发啦，石油来挖啦吼。这内底而且要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讲台东有一个所在是经济部有支持的，伫遐做海洋深层水。海洋生存水这个概念是为日本来的，因为日本人发现海洋较深的所在水足清气，无细菌。这是世界各国比如讲美国，伊足侪科学证据嘛证明深海内底水无细菌。伫美国，我发现一个故事，就讲因迄个潜水艇做深海科学研究，潜水艇研究迄款潜水艇。落去海底伫咧做研究时，发生问题，然后把迄个潜水艇等伫遐，人甲救出来。潜水艇经过一年了后，爱甲救出来啊，鼓出来，鼓起来了后，发现伊内底，迄阵迄个内底操作迄人在咧食三明治，迄个三明治食到一半，因发生状况，三明治等咧，人互救出来。一年了后，把迄个潜水艇救出来时，迄食一半的三明治。是抗防腐剂哦，无抗防腐剂哦。迄一食一半三明治，经过一年了，伫海底，较深的海底起起来，完全含，甲昨拄仔食一半同款的，一模一样，完全无害。是安那？因为伫深海底无细菌。所以海洋深层水，因为这个概念，去有一个生理人利用，开始讲哦，海洋深层水若无细菌，迄内底一挂。微量元素哦，你通普通时都摸袂着。哦，还啥物化妆爱用品、保养皮肤爱用品，对身体健康爱用品，讲安那神呢？结果经济部伫台东遐，伊抽一个伫咱台东外海600公尺深度海水起来，讲要做海洋深层水。我讲这会安那会安那，哦，讲出一个广告，这对身体外好，变做一个产业。但是我甲你大家报告，这个产业是骗的。这个产业是一个骗局。当初为着要把这个骗局甲拆破，
一周刊有要来做这个报道，啊，所以迄、那个迄届嘛，我较熟悉一周刊的一寡啊一个记者，伊来访问我，但迄段我拢惊出代志，哦，因为讲讲到时人来告，啊，我拢讲无要居民，哦，所以我甲一周刊做报道个，伊所有的海洋深层水跟会不会代志，因所讲的这个海洋深层水是安好计代，因为迄是位北极冰山。咱文明还未开始进前所结的冰，迄阵啊无文明的污染，遐冰氧气，啊做一个叫做深海环流，为北极流流流，拢无普遍注意哦。遐水位拢遐流了，流来到咱台东的迄边，啊咱来抽起来，哦，所以这个水是咱文明开始用石油进前所结的水，所以足清气，拢无现代污染，这乌白讲。这真正是一个足大骗局，根本无这个流，吼、哦，根本无这个流。这种科学证据，但是伊就安尼来来骗台湾人。哦，这个水，海洋深层水有一个微量元素，伊对你身体有帮助，但是拢永存拢唔捌去接受过。你用科学的眼光来讲，咱生活是演化来的。你即世人，还是讲你祖先，拢袂讲唔捌讲过这个微量元素，结果即卖。对你来讲，伊讲这对你有帮助，够可怜。咱的人类演化到即马，因为拢毋捌碰过这個，所以咱无需要即款物件。即马来讲，这对你有身体有帮助，放屁，真正是乌白讲。啊，但是这就是一种产业。未来咱海洋产业，就爱把即款的骗人的物件，全部爱甲排除掉。哦，袂使为着趁钱，即个财团讲哦，安尼讲个。即、这个广告有即个广告效果，就要摕来做，袂使。其实海洋深层水敢有一个路用尔，目前科学证明敢有一个路用尔，就来饲鱼啊、饲虾啊。因为饲鱼啊、饲虾啊，你只水面上拢足侪细菌病毒，抽来饲鱼啊、饲虾啊时，你个鱼啊、虾啊常常破病，所以你就爱甲放抗生素，啊甲放药啊。啊，咱到尾食着遐鱼啊、虾啊，就食着遐药啊残留。啊！你海洋深层水抽起来，拢唔免溶解，因为拢无细菌，都袂毒。所以用遐海洋深层水咧，用一个遐鱼啊、虾啊，拢免添药，拢免放抗生素，拢免放一挂啊奇奇怪怪药啊，都好着饲得足健康。啊，所以伫日本唯一上界发展的就是海洋深层水来饲鱼啊、含饲虾啊，其他诶，包括啥物化妆的功能。啊，佮对健康有啥物功能？我相信迄拢骗人。第五个啊，爱努力工作个目标，就是对海洋教育佮文化个问题。海洋个教育佮文化，爱有教育，才有法度发展文化。爱有教育，互咱个囝仔孙孙，互咱个囡仔了解海。教育因为了解，才发展出海洋个文化。你一个陆上个国家，对海毋捌讲过，毋捌去海边。泡过水，唔捌去学海洋宴会，唔捌去坐船过，你对海无感情、无感觉，你无法度发展出对海的感情出来的文化。所以文化必须要透过教育，互咱了解海，互咱的子孙、互咱的囡仔爱海，爱去海边佚佗，爱去海边做活动，而且对海有认识。那对海，给我一个上界大的感觉，就是咱伫海边。看出去，有大只船浮伫水面上，哈尼啊大只的船，是啥物力量把吐掉？咱看海，有看到海燕，伫遐弄来弄去，哦，看到海燕的白波，你相信迄海燕的白波把船吐起来，还是海水哈大片海水把船吐？所以咱咧学的是学船，海水面顶遐波浪，我话看起足心惊人，也是要学。大海迄款力量，看起来拢无啥物紧张，但是下骹水规片咧流。海流的力量，我上水，我正常常常爱上水，我著感受足深足深。迄海水规个水是规个水体咧震动，咪是像溪仔讲啊水咧流。迄规个水体咧震动的时阵，你看你外敖受。我曾经伫咧作业的时阵，我一只船仔停伫遐，啊一个。工作人员起来，才二只五公尺，啊五公尺，我船仔抛锚都停伫啊，
叫伊收转来，五公尺，伊收半步，伫遐踏踏踏踏踏，袂停袂动，五公尺，五分钟嘛去五公尺，是安那？伊水流是流去方面，伊无法度换嘞，只好往船遐捡来。常常伫海底，你看到水伫流的时阵，是规个咧流，温度咧变化嘛，是规个温度咧变化。你讲日头咧晒，或你讲水日头晒会变烧，洋流来时，迄温度30度的洋流过来，迄是规个水，是表面的水，一规个水可能100公尺的水深，规个水体全部温度变着。对一件代志来讲，咱常常看到有人。拄着代志，就迫不及待啊！袂使，迄袂使，我看袂惯，是我无爱，我无爱，还是我爱？都无去做一个深度思考，就反应出来，迄就含海水面顶的波浪共款。你所看到，拢看到足表面哦，真正你生气哦，伊无欢喜哦，伊你安怎哦？啊，但是真正改变大局的，是下骹的海水。海水流过，面顶的波浪带走，所以咱爱学海。看海的表现的时候，你要想，你是要做一大片的海海水，还是要做海水面顶的波浪？咱拄着一个代志的反应，对一个世界的改变，是要从海水面顶的波浪，遐吃吃着吃吃着，哦，我变安那变安那要输赢，要安怎哦？要共过，还是要讲什么代志？要讲别人歹话，还是要从海水底下欢喜水流过面顶波浪的改变？面顶的波浪无法度把船吐起来，同款，一只较差的代志嘛无法度改变世界。改变世界是啥？是迄纯海款的全体的力量，一个国际全部改变。所以咱来学海，看海有一寡会予咱的启示，咱对海的教育就是爱有只开始。那有这個教育，才有慢慢发展出海洋的文化。海洋文化慢慢发展到一个境界的时阵，我相信未来咱台湾会因为海对海的认识、对海的爱、疼惜，咱会发展出咱对海的文化出来，予世界甲咱认定。有机会，咱未来也有一个因为写海洋的文章的人得到诺贝尔文学奖，这嘛毋是啥物奇怪代志。但是要行到这步，咱海洋的教育必须要。一步一步，予咱的子孙未来囡仔了解爱海，爱来教伊含海接近。第六点就是海洋的研究，海洋科学研究，对咱台湾非常重要，因为咱台湾海洋研究就是咱的本钱，配着伫咱遮。譬如讲黑潮，黑潮为咱太平洋、台东、花莲遐流过，黑潮对全世界是一个足重要的潮流，伊甲乱流。温暖的海水为赤道带去北边，影响到全世界的气候，影响到全世界迄个海洋资源的分配。所以黑潮对国际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研究的目标的。啊，这都能改变，哦，都能改变。所以能改变，咱有足大的迄、那个机会来提供这场所，提供咱的努力。啊，国际研究人员来做黑潮的研究，所以海洋的研究，伫台湾有足侪特殊的所在，咱今天会介绍一个台湾唯一目前肯定伫世界第一流的期刊，对咱台湾生态海洋的生态做一个足趣味的介绍。啊，所以海洋的科学研究咱来考虑到咱的资源、咱的资金、咱的力量。咱来和国际合作，咱来找重点来处理。咱伫古早讲台湾是佛摩萨，是个足清水的岛。即个位置顶看来，可能也差不多啦。但是你啊实际去看，咱台湾即马已经和永春足侪无共款。你看山足侪拢是款土石流，你看海。足侪河口的所在拢变色，海流出来有诶红色诶，有诶土色诶。之前高铁还未起好诶时阵，大家也要高雄、台北安尼走，拢坐无人机。我迄阵嘛坐几落摆，坐几落摆无人机拢会飞出去台湾海峡面顶，去海面上飞，气流较稳定。安尼看落，你若为
看啊较快，台湾的海岸、西海岸，看啊清清楚楚，色足侪种。只要有色，就代表有污染，代表这个河有漏，这个海水本来无存在物件。即摆台湾，你咧经营看拢变安尼。台湾城啊无像迄阵，遐尼啊水变做一个美丽古岛，因为人比较大，人即阵人无把台湾当作伊是欲一只远古大个所在，那所以伊钱赚了过手就赚过手，伊完全无考虑到未来即、這个台湾是毋是欲搁伊欲大去，所以足侪人为个问题造成咱台湾无像迄阵遐水。啊，天然的危害当然嘛是有一大部分，因为比如讲咱台湾西海岸是沙，拢是沙，沙就会震动。啊，会震动时，你无爱让沙震动，你就要做一寡处理。啊，而且沙会震动，有当时你只土地变大，有当时土地变小，变哪处理？较简单来讲一个例，处理也唔对，就会造成足麻烦的去做。咱台湾四边拢是海，有足侪种海洋生态的环境，比如讲有这款湿地的生态，有这款河口的生态，有这款岩礁的生态，哦，大洋的生态。啊，这大洋生态对世界有靠海国家有当时啊，唔是像咱台湾这样方便，过花莲、过台东，还是过山湖，船开出一点钟、半点钟，几乎就看到海洋、大洋的生物，比如讲鲸，还是讲海豚。伫足侪所在，拢坐船足侪足久，较好着看到。另外一种叫做温泉生态系，而且温泉生态系这张图伫台湾无即款生态系统，要是要甲大家介绍讲，温泉生态系统伫全世界有发现，拢伫最深叫四五公尺的深度，迄个所在伫头少会着。啊，所以伊要发现发展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。咱台湾。虽然无较深的所在，但咱台湾就叫孤山岛。孤山岛，你看这白白，这拢是海底温泉喷出来，那是硫磺泉、硫磺、硫磺这个温泉喷出来，就像咱呢。啊，这个是阮朋友，这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，啊，伊做这个研究做到世界闻名。啊，这个所在喷出来白白，就是咱头拄看的相片。天顶看哦，迄、那个孤山岛那白白一条水，就是即个温泉喷出来所在。这温泉喷口水温超过100度以上，啊喷出来硫磺，硫磺拄着水，拄着水会变啥？硫磺拄着水会变做硫酸。啊，所以伫遮作酸的。我朋友甲我讲，伊是遮翕这张相是冒着生命危险，是呐？迄酸甲迄个水的酸度含醋同款。啊，所以你看伊面，哦面拢。伫海水内底，所以面足艰苦。啊，即温度，即个所在是100度以上。啊，另外即黄黄诶，就是硫磺，硫磺喷出来了，拢比较沉淀一些。啊，即有啥？有一种蟳仔，即款蟳仔全世界甲台湾有即款蟳仔，叫台湾即个所在特有种。啊，即款蟳仔你甲看伊个脚，我朋友即是我一个海洋大学，迄阵我诶。港体吼，伊即个海洋大学做教授，伊是含我同学，伊给我的一张相片，这是伊翕的，伊是研究蟳仔的。伊讲，大家看到这只蟳仔，你伫网络上查讲这只蟳仔伫孤山岛，伊会有一个名叫做朱美西的蟳仔。啊，这张相片是伊提供给我，伊甲我讲，你也甲大家讲是，爱甲大家说明，这只蟳仔是朱美西的啦吼，这是朱美西，因为。咱台湾人拢看到囝，生一个囝，这是温泉边啊，温度100几度，所以这只嘛住伫遮住真久，咱拢去住过温泉蛋，温泉蛋能伫个60-70度的海，那个温泉里底就煮熟啊，这只只嘛直接煮到活跳跳，这只嘛可能唔惊烧啊，其实这只只嘛是拢住伫下骹遮，啊下骹遮就无法烧啦，才30几度尔，大家看这只嘛下骹。你若有去菜市啊，大家拢食过蟳仔翅啊。蟳仔翅个脚一定咱加刀一条，对无？伊个大只喉啊，拢是咱加刀安尼。迄是要安怎？要烧烤用。
因为为着要竞争食物地盘，也是要抢湖，也是爱相拍，相拍就爱甲对方脚交断，所以伊个脚爱像剪刀共款，较有法度来相拍。但是遮即款钱嘛是遮，你看伊个脚，我第一个看到这个标本的时候奇怪，啊，若有钱嘛会掠骗钱啦吼，骗钱老虎钱啦，骗钱啥病对无吼？伊迄个。一般人拢看拢家都是只老虎钳呐，奇怪，只卖他卖这个老虎钳，伊靠是平，像咱中岛，较顶下要食饭时，灭柴分叶啊，块。啊，这个研究，而且做甲有法度甲全世界讲，台湾有遮尔啊奇怪特殊的生物，啊，伊啥会住伫遮？伊住伫遮有法度活落，原因是啥？伊生存的。迄、那个机制是啥？是啊，伫即个款环境会发展出即款钱嘛出来？讲一个道理哦，全世界人听讲哦，世界其他所在拢毋捌发现有即款生物是用即款方式伫活。咱大家看只有烟筒喷出来，水是生的，佮烧的。咱常在讲，即孤山岛是咱当地，伫家人外海。即面顶行过是黑潮，黑潮为赤道带来啊、海水。做营养的海水，所以这个黑潮的面顶做一个浮游生物，做一个生物，所以对黑潮这些生物咧行，伫咧草食这些鱼啊，嘛做一个。